哎呦哎呦怎么是怎么认识啊？是在一个我有一个很好的闺蜜，她开了一个就是舞蹈，我一直要开的干嘛？舞蹈教室，舞蹈教室。然后我们刚好租的时间，他们在前面，我在后面租的。哦，练一练就练起来了，刚好交替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就认识了。对对，刚Musa真的是指日可待，你看。歌能唱那么好，然后舞蹈还跳这么棒的，在台湾几乎没有第二个人。他很会背韩文。对对，韩文。那还有，虽然是用空耳啦，但是能够唱得这么顺畅，不容易。很厉害。来，康哥，给我们这个年轻人这一组好好鼓励一下啊！康哥是不是刚偷睡觉？哎，刚刚其实你是在偷休息。他们唱现场的，当然唱的，他唱韩文的，但是他是用那个中文这样写，也是唱得很好啊。对对对。然后那个舞蹈每一个都跳得好棒。这一团叫 CTO。CTO， 哎，但 CTO， 你看刚刚那个他们的大字报，他们唱韩文那边就真的是韩文，全部是韩文，是他们的，他们每个都苦练超多。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想，他们是韩国人吗？他们是台湾人，但是训练的非常好。但我们不可讳言是说，因为韩国这一段流行文化远远在亚洲是超前的。人家好，我们就穿好；人家不好，我们就说不好。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吗？哦，对，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的企划，电台企划，名字叫做……中文讲这么标准呢？中文真笑哎，应当断你木栅，你不是木村拓哉。我们的电台企划名字叫做偶像不偶像，然后这整个节目呢，从企划内容，然后一直到片头曲，都是我们自己完成。对，然后之后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会在中午12点会在中广流行网播出。哎呦，好，很好玩哦，多加油啊！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朋友，是未来在台湾可能未来的天后，就在他的唱跳是真的很稳，尤其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唱不跳的部分呢其次。
可以苦练来，但是歌声是天生的，是有没有？而且他声音好稳哦，要唱的比他稳。我都没有听到他在喘气的声音，完全对对，就厉害，而且年轻嘛，对，因为他可能有装心脏支架，没有啊，只三天不要乱讲话，对对，心脏不好。我一个朋友昨天呐，好朋友，他装了十几个。哦，这么十好像十个心脏，他在炫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装十个他啊，他老婆说啊，要装心脏支架，我怎么办？啊，后来啊，五星被装啊，无个装十几啊。小潘哪？小潘要打钱呐？他感觉磨得懵针了。他那个密度已经比台湾任何一家电信公司的基地台密度还要高。好吧，希望你们这个有很好的一个发展，密彩一样，奇特一样。谢谢康哥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